产生了，也等于好风来袭。李东兵五百年前救祖先，原是人发生排行第六位，董小生韩松。今仔大仙拿彩符，八仙排行第七位，原来除了洪来神道，我也叫正神用。拿彩符去花回拿大风。而神魔去给家里再变身，就发生来回啊，何来神道？今仔来打坐云端，福德宝贵，驾驭五彩轮，再来斗前用，要与金刚换好护念。